苏儿谷空撑万联。哇，好惹火噃！今日因为曼联系魔鬼嘅造型嚟噶嘛，咁所以我谂住应该魔鬼嘅造型应该系性感少少啦，同埋哦，离贺曼联主题餐厅喺尖沙咀开幕，咁又点少得黑勤粉啊？算啦，我都知道我系曼联嘅 fans 嘅，咁我觉得即系嚟到呢度都觉得个感觉，即系食啲嘢都会唔同啲咯。咁同人群续约都要嚟呢度庆祝啦。咁其实年期就够咗，咁但系点啊？仲争讲多一张国人。咁所以就半续约啦。咦？但环球同 TVB 嘅版税问题未解决喎，咁咪唔可以帮佢哋做世界杯咯？为期一个月，世界杯嘅时间每方上台喺林海峰嘅节目里面做节目，即系第一个估唔到，第二个系时间好，时间好因为同阿张嘅节目系朝头早，方便佢早起早睡凑仔王。一接咗呢个 job 之后咧，就咩烦恼都冇晒啦。咁啊，有咩烦恼啊？唔使得罪粉丝啊，有冇烦恼啊？总之系佢寻日仲澄清冇请 TVB 食柠檬。其实我都系一块柠檬嘅夹心饼嚟嘅啫。咁都系证明你人行多人争啫。